第一小题，视球竖线上所标示 A、B、C、D 各点的坐标。好，我们可以知道 A 点的坐标是1/5， B 点的坐标1/3， C 点的坐标3/4， D 点的坐标3/8。好，那第二小题是画出一条竖线，并在其上标出负3.6在这里，1/4，1/4，表在这里，2/-5表在这里。